今天的女主角穿着非常的布灵布灵，带我们去看一下。真的吗？对，走。有想要看吧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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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偶像，你们看得出来有诚恳吗？有啊，你看得出来，其实我很诚恳。有有，刚刚还好了。你看，你要讲实在话，你卖哎，虽然伊是我的师姐对吧？你看起来敢是师兄的。你太会，你好会聊天哦。但是场面话，没有，我很真心的，真的。我感受得到你是说真心的。对对。像是上次那个苹果日报写，我一年要吃500多个便当。对啊，哇，那个吃下来哦，真的是，以前看到我的真的是拉撒鬼了，真的是拉撒鬼，那肥到、那个、肥到就是油腻，看不下去，油腻，令人憎恨。徐美玉跟富哥都有看过啊，对啊，就是油脂分布全身非常的均匀，那肥到不健康了。对了、啊。现在就是稍微让自己身体去，哎，觉得人家都觉得有气质好，我好一种气质好的，看这个身材，魔鬼，啊、魔鬼，没有到魔鬼，就到那个精灵，精灵般的身材，精灵般的身材，精灵般的身材。二十年前我就有这种身材的时候。对，他就是强嫂，对，他不像我嘛，好油那么吃肥，好油腻哦，哇哦。沈哥看我们两个大汉，对对对，我很开心的，都兄弟，所以都开玩笑，但那都是可以玩笑，那个感觉好像是家人一样，嗯，真的是很多回忆在，对对。有没有输人敬重的一个神拜，真的神拜啊 ！OK， 我爱的好苦啊！我爱的好苦啊！不介意三人行吧？来就不来就，素萍姐会介意。看电视耶、yeah ！到底在现场啊？5、4、3、2，来玩，来玩！我看你拿枪，我怕被你骂。哈哈，被我骂，你敢听我讲吗？我吓一跳，怎么那么快就是？我还天老天爷呀、啊！你敢听我讲吗？哦。刚刚那个一定要录下来播，超好笑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